上午11:10，在林雅区五庙路119巷1号机车火警，本局立即派遣9车22人前往抢救。分队到达时，发现已多辆机车起火燃烧，立即布凉水线出水，迅速将火势扑灭。现场均查共16台机车、3台脚踏车全毁，2台机车半毁，1台自小客塑料套件受损，没有人员伤亡。起火原因由本局火调科调查中。今日上午11:10，在林雅区五庙路119巷1号机车火警，本局立即派遣9车22人前往抢救。分队到达时，发现已多辆机车起火燃烧，立即布凉水线出水，迅速将火势扑灭。现场均查共16台机车、3台脚踏车全毁，2台机车半毁，1台自小客塑料套件受损，没有人员伤亡。起火原因由本局火调科调查中。